啊，最整理完了啊，这里面有八株乌木，一株5.8块买的啊，还不没用6.8块，5.8块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记，现在又开箱了啊，看到泡沫不知道哪一家的啊，要把它放在袋子里面，这样子。我来想开一下放进去，应该这里面有大雪。看看什么，哇，好像不是，是那一天买的那个乌木，买了八株乌木才5.8块的，好多好大，哎呀，别把再倒一些啊，哎呀，先算了算了，去扫了啊，哇，八株，我还以为是那个大雪，我后面又买了大雪跟高茶。来看一下，哇，哦，受不了了，太多，好大好大，比上回我的那个6.8块买的大多了。那天不是下冰雹吗？然后他这些就拿来做福利的，然后我们随便的，我就抢了八株啊！大家看一下，我要用什么盆子种也不懂的。先拿出来啊，这些再说。我、哦、其他的不是啊，其他因为后面嘛，半夜的好像多少点下那个冰雹，前面的都嘛，就因为这个是纸卡，很漂亮哦，纸卡。哇、哦，好大好大，又便宜啊又大，大家看一下。各种颜色好像都有啊，满足了我买乌木的这种心愿啊！大家看一下，哇，真的是开箱惊喜！才几个？几株树叶？几株啊？六。才6株啊？还有2株，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还有株。嗯，非常大哈、哦，大家看哈、哦，是可以买的嘛。其实乌木到夏天很容易死，这些便宜的我们也不怎么心疼啊。还租什么？哇、哦，这个是啥？这应该是那个侧影啊，那个侧影。还有纸卡，我买2株，大家看一下纸卡，都非常好啊！你看没有花鼠呀，还比较湿的，但没有花鼠。这纸卡，看一下还没有啊？好像没了。我看一下，有单子拿出来，读一下。跟摆那个一样，单头侧影才3.8块，你、看这么大的侧影呀、3.8块，所以说就抢了。纸卡每株是9.9块，买了10.8块，大家看一下纸卡。啊，我也不懂是什么东西，大家也没有养过呢。我觉得哎不错，那天赶紧又买了，就把这些颗粒先抖下哈。我楼顶啊，就是说它下雨的时候，我就很容易扫这个。然后我下雨的时候就扫一下这个颗，珍珠粒，所以也没什么啊。
放这个箱子里面抖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满地都是那个哈，到处飞。自己脱土休耕了啊，休耕休耕。感觉紫卡还是这样扦插的感觉。看一下紫卡，这里还有一株。这样的毛细根你不剪掉不会活啊，没运都要剪光了，然后它发新根它就互捧了。说有些人都说为什么一直不互捧，跟那个修根也有关系啊。杨姐拍视频就是随意的，大家没发现啊，并没有说哎呀就怎么样，就把生活中的一些自己养多肉的一些过程呈现给大家。没有说特意的去做什么，我怎么脱土怎么修根怎么开箱都是一遍过的啊，没有说特意的要去怎么样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子弄一下就好看多了。下面的还有一些枯叶啊，有空的撸，没空的你大种的时候也可以撸啊，就是根一定要把它修好了，尽量的这些都要修掉啊，就是要让它自己去长新根，然后它才会互捧啊。还有的就是还要用手去扒拉一下，扒拉干净的就好了，就是把这些老叶子啊撸掉啊，很漂亮我觉得啊，紫卡。现在搞这个乌木了哈，乌木我觉得这些叶片要掰一些掉啊，底下的也不会去扦插了，也算了，不要了，太多。很好哦，他那天还为那个被冰雹砸了，其实没有哈。这个就这样子了，你等一下休息会，等一下再过来，我都弄完再来啊，再掰掉一些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弄完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啊。好，大家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拿了一个镊子啊，捏这个珍珠粒，大家说珍珠粒换的很难看啊，今天刚好换家了吧？有空呢，啊，坐在楼顶。慢慢的整理我的多肉。其实它，我以前为什么不弄，我就怕把多肉的这个叶子弄伤了，因为多肉的叶子很嫩啊，是不是？好，今天我慢慢的，哎，觉得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就这样子把那个一些珍珠粒啊剪出来。多肉会好看很多了，大家看一下这边，这三株都剪好了啊，还有五株啊，要慢慢来啊。确实，像这些叶层多的啊，这些珍珠粒啊，藏在里面很多很多。本来我刚才有想掰这个叶片，后来发现都掰不到底下，就算了啊。等到种的时候，我们再给它晾根几天，看一下叶片会不会好掰一点，不好掰就不掰了哦。因为它这种乌木啊，叶片
长得比较蟹感觉，很难掰，也不多网，麻将都多网了，不掰不掰了，掰的都是水呀、啊。你看多肉的叶片都是水，所以多肉不需要浇水，就这意思了。啊，水多了，它就这样啊。再等我，可以的。啊，终于整理完了啊！这里面有八株乌木，一株5.8块买的啊，还不没有6.8块，5.8块啊。两株这个紫卡，这都是新的品种啊，紫卡啊。侧影这一株，那天3.8又买了一株啊。紫卡我家里没有，但这八株乌木都很大啊，我准备用。白光盆还是黑光盆种啊，家里要去整理一下盆子来种，大家觉得还可以吧？大家也没听到刷啦刷的声音啊，就是这一盆啊，看一下我的这一盆，这风也太大了啊、哦、真的没办法。我老公那边也遮了，那边上面有个网拿上去啊，很多朋友只是看了我一两个视频，一直叫我说楼顶啊要去做一个架子，上面爬丝瓜藤，葫芦瓜藤啊。有看视频的去年夏天大家都知道了哈，我楼顶的葫芦瓜丝瓜都长得很好。今年呢、啊、肯定的这个架子做的啊，主要也就是种那个丝瓜跟葫芦瓜，对吧？现在我们一直做这个哈。好，今天福州又迎来了那个太阳啊，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桃蛋啊有点粉了，在这里面放在这一盆下面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，拜拜。